jungle. Audio Jungle. 怎样才能保持血管的年轻呢？心血管专家指出，虽然血管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自然衰退老化，但只要注意科学饮食，改进膳食结构，加强体育锻炼，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血管硬化渴望得到延缓和逆转。一、洋葱降血脂含有一种能使血管扩张的前列腺素 A， 它能舒张血管，降低血液粘度，减少血管的压力。同时洋葱还含有二烯丙基、二硫化物和含硫氨基酸，可增强纤维蛋白溶解的活性，具有降血脂、抗动脉硬化的功能。二、黑豆血液循环催化剂 ADSBYGOOGLE 等于 WINDOW ADSBYGOOGLE push。很多人都知道黑豆可以让人头发变黑，其实黑豆也可以生血。黑豆是一种神奇的食物，可以帮助血液循环，调节肠胃功能，使代谢能力加强，并积极输送到全身，让女人面色红润，内分泌也达到平衡状态，改善怕冷状况。这都要归功于黑豆中所含有的花青素，这是一种多酚类物质，对于血液有良好的保健作用，而且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，效果不可小视。三、猕猴桃血管柔韧利器。猕猴桃的维生素 C 含量相当丰富，每100克猕猴桃中含有69毫克维生素 C， 是合成骨胶原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。当体内的骨胶原充足之时，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造柔韧性强的血管，并且具有调节血压的作用。将猕猴桃榨成果汁，在其中加入适量蜂蜜即可食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榨猕猴桃汁的时候最好保留果皮，因为猕猴桃皮中同样含有清血的营养素，还能增强果汁的口感。四、荞麦面强韧血管，身体更结实，荞麦的营养那是相当的均衡，特有的赖氨酸、色氨酸、蛋氨酸都是血液健康所必需的氨基酸，被称为不折不扣的 LDQUO 完美食品 Outco。 除此之外，荞麦中还含有血液循环所必需的维生素 B1， 促进代谢的维生素 B2、 胆碱以及烟碱酸等物质，这些营养成分可以改善高血脂，净化血液，强健血管，不可错过。五、卷心菜皮肤要淡，血管也要淡。 ADSBYGOOGLE 等于 WINDOW ADSBYGOOGLE push。卷心菜对于血液健康可说得上是绝对功臣，其除了会有维生素 C、 钾、钙、膳食纤维之外，还具有强抗氧化活性的一硫氰酸盐，以及稀有的维生素 U 和维生素 K， 保护血管黏膜，加速血液循环，让血管更加坚固有弹性。此外，卷心菜还具有保护黏膜细胞的作用，对胃炎及胃溃疡的防治有较好的临床效果。六、茄子血管软化剂，保护心血管，降血压。茄子含丰富的维生素 P， 是一种黄酮类化合物，有软化血管的作用，还可增强血管的弹性，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，防止毛细血管破裂，对防止小血管出血有一定作用。七、胡萝卜促进血液循环，温热身体。胡萝卜是有效的排汞食物，含有的大量果胶可以与汞结合，有效降低血液中汞离子的浓度，加速其排出。每天进食一些胡萝卜，还可以刺激胃肠的血液循环，改善消化系统，抵抗导致疾病老化的自由基。养成每天喝胡萝卜汁的习惯，能使脸色红润，充满光泽。二分之一个胡萝卜中所含的胡萝卜素，就可以满足一个人一天的必需。